鸟呀，啊，是袂好个做工，啊，一个嘛袂歹，嘛是老鸟呀，哎，笑咧，到我新年我甲你讲，冰火连天 ，ice cream 啦，兄弟。俾明哥話，我成晚都諗住呢個問題。唉，有錢啊冇問題噶啦，使乜驚？哎呀，叻啦叻啦，有錢啦，坐低啦。今日想整個咩髮型啊？方便啦。好啦。蘭曼笑了笑。你去新加坡也可以学到很多，这边环境不适合你。我听陈叔说那边会专门有人教你的。我哋而家仲争陈叔好多钱啊！不用担心钱的事情了，我会在这边好好工作的。去追求你的梦想吧，我会在这边等你。超肚餓，成日都買嘢俾我食嘅你。啊，開工開得咁辛苦，梗係食嘢香啦，傻嘅。好香。哇，做乜唔食啊？冇乜胃口。嚇？撈我口啊？善姐啊，你有冇諗過翻去啊？其实你都已经拿到那个护照了，如果我是你，前脚拿到护照，后脚我就回去了。喂，你有没想过一会儿回到去你知道我做什么事，怎样看我？其实这里挺好啊，我又可以做我自己，又可以赚钱。喂，你女仔知不知道你做这行？做乜俾佢知啫？知咗都冇路行啦。我咧谂得好清楚噶啦，我想行你嗰条路啊。我唔系讲真啊嘛。喂，你知唔知我翻唔到转头噶？喂，同埋你仲要搵得证噶嘛？我谂得好清楚噶啦，呢条路快啲，而且咧，我觉得而家喺度咧，好似陷入个泥潭咁，越陷越深。如果我不再做啲咩嘢救我自己咧，我找不到條翻去嘅路噶啦。點樣做到嘅咧？我成日都一黑埋眼，就想做我同阿正喺老家嗰度開間髮廊，覺得好開心，唔係做緊而家一啲咁嘢。你好啦，有條仔咁愛你，你又咁愛佢，又可以找到自己真愛，唉，羨慕死人。
講啲衰嘢啦。咁明哥咧，喂，嗰條仔慳啲啊佢，真正假啊？喂，你知唔知道我成日睇到佢喺度瞄女人嘅？你哥唔知啊？哎，休息一下嘞，啊，好嘛好嘛，好嘛，不老的，啊，讲，今天早，几时才来？哇，鸡巴又走散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，对咱好南埔买物件给杨姐啊，哎呀，杨走袂远的啦，哎，破鸡巴我跟你讲哦，你找无伊人不是我的代志哦。啊，你就要了解一点。啊，知啦知啦，那等下跟你讲诶 ，OK。喂，你等下出去啊？他不是新人。嗯，嗨。你们几号角色？啊，不可以啊，那。你每晚几号不够啊？我唔講咗啦，嗱，一陣間咧，你要見佢就得噶啦。我唔講，我要接你，拜拜。我每日咧都好掛住你噶，但我而家仲翻唔到嚟住啊。我知道。我知道噶，但系咧，而家新加坡咧啲物价好贵啊，房租、水电样样都系钱，我未有咁快翻得到嚟住。但系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咧，去现实我哋个梦想噶。你等我翻嚟啊。嗯，哦，阿振啊，我唔同你讲住啊，我迟啲再打俾你啊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明哥，我想做你们那个，你算上我一份吧。你知道这行有多危险吗？嗯。随便你。由你做决定。我已经决定好了的，你就给我个机会吧。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所以我说由你做决定。看你是不明白。首先呢，你要得到我的信任。明哥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别怕，他不会知道的。
呀，走开，走开了。哎，老母，你呀，啊。喂，你是不是敏的朋友？啊，你倒有家宝无？啊？善姐，我同你讲啦，我求神，你仲要面嚟揾我嘅？有冇自尊嘅咧？我唔明啊，善姐你講緊咩？成鋪牀都係你香水嘅味嚇！喂，唔該你同我條仔搞嘢，下次我醒少少先得。我冇得搞，咩叫做冇得搞？佢用槍指住你啊！我冇得搞，我先會咁做嘅啫，我唔係想背叛你噶。喂，你係咪想諗住同阿靜一齊啊？講咩話？喂，唔好咁吵！你神經病啊！你為了他，你罵我神經病，你有病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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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曹姐，曹姐，回去房间，回去房间。哎，你也是回去房间，在这边做梦。做梦啊你！是不是你逼他的？哈？好了，我现在就去搞三搞四。我现在是自由的，我完全没有欠你任何债。你是这边的老板，这边还是由我管的。所以你终于知道被控制的感觉是怎么样了吧？走啊，走看看。神经病。我就怕你放回去。你永远都有选择，不是吗？阿珍，别碰我！阿珍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阿珍，看我在忙吗？哎，你们就知道倩倩去哪里了？